终于被你们千呼万唤的唤出来了，因为很多人每次都在问。连你都知道这件事。拜托，昨天我还看到直播嘞，关键字是什么？靴子来了。它是那个皮革，然后有拼接这个，有一点仿鸡皮的感觉。我今天呢穿搭都会一直穿这两双靴子，轮流。换鞋了。等一下不会再换，永远都是 always 这两双轮替，好不好？这个是杏色黑色，它这个外观的地方，它这边有做一个切口，所以它是可以露出你的脚踝，看起来呢会比较瘦。正常拿尺寸可以从23穿到25号，就最大到25。然后如果你是宽脚板的人呢，你就选大半号会比较舒服，或者是说你平常穿24，可是你会穿很厚的袜子，那你尽量就是选大半号会比较舒服哦。靴子鞋跟高是5公分，5公分非常符合人体工学，穿这个完全不会累。我现在就是米米咔咔人。这样也很好看呢，这个就是秋冬的色调。